开路了是吗？啊，今天北京下了一天的雨了，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。我把外套都穿上了。你知道北京的一下雨，我特别喜欢干嘛吗？喜欢睡觉、打麻将、吃火锅、发呆。但除了这个，还有个特别适合的，就现在要去的事情。一个明星朋友来约我干嘛去做 SPA 去，好久没去做 SPA 了，又去瑰丽。瑰丽 SPA 出了名的好的，顺便给他记录一下吧。外边还在下雨，看一下，真舒服，又可以享受90分钟了。来植入一下，当当当！看我这90分钟用的什么产品？易杯单。我第一次用易杯单就是在迪拜用的，然后第二次就是我在瑰丽酒店的时候，就是2020年刚刚戴口罩第一年，还记得吗？那到现在这么多年了，我超爱他家的泡面，超真面的特别的好用。然啊，后我现在这次的话要到双11的专场了，所以我今天又选择易飞单给他特意录个视频。我们结束了，怎么样？脸是不是小了一圈儿？是的，3天都会厌食了吗？